我推荐一个菜，蚕蛹。哦、no！ 想问问 C， 以前有吃过火锅吗 ？Have you eaten a 火锅 before？ Hot pot？ Yeah， I love it。我推荐一个菜，蚕蛹。哦、no！ 蚕蛹是要怎么翻译呢？蚕蛹就是，你是指那个夏天的知了的蚕蛹是吧？那个黑色的。This worm baby. Okay, okay. You're eating bugs. His godfather suggests a bug. 一博会推荐自己吃什么？胡辣汤。胡辣汤，胡辣汤。不，就说牛肉汤，牛肉汤。辣素。Little brother suggests beef soup.Oh, beef soup, yes. Oh, 家乡美食。Wow. Nice. If you have a time, you can go my, come to my hometown. I want to try. Yeah, 长沙, you know, 长沙. Oh, so spicy. Oh, 他知道。我每次去长沙之前就把肚子先留空，去长沙就吃一顿好的那个，哎呀，太好吃了。还有粉儿，哇，长沙的粉太好吃了。我要推荐臭豆腐。哎呦！这是什么？哒哒哒哒。哦哦，臭豆腐 ，the smelly tofu， 哦 ，the strange one， 现在味道从这个盆子上面的残留的味道来说，还是很正宗的，正宗的。哦哦，嗯 ，really close， oh yeah，he's strong， 哦，我去洗个手好不好？哇哦够味儿哦哇哇哎我闻不到哎啊嗯哇好浓的味道哇好香啊这个真的这个油汤一定要的嗯加个臭豆腐味道怎么样正常的吗哇正常的就是豆腐没有这个味道不是就有点太明显了你闻我手I have to try You don't eat? 叫什么 I love it Yeah, I saw it 搜搜，你这个搜搜，你喜不喜欢吃这个？我喜欢这，但是这个太辣了，我吃不了，一点辣也吃不了。不辣，辣的这个已经不辣，不辣，不辣。一星好不容易拿过来，你就尝一个。Don't listen to everything Godfather. Why? He's a bad 坏人。哇，他给我记仇了。